品牌大使洪佩岑，欢迎。哇，我们今天佩岑呢也特别相当的一个的美丽的一个装扮呢莅临到我们现场来。金捧花的好朋友，大家可以呢脚步向前哦。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佩岑不只是生活幸福，在宠爱之名的守护之下呢，肌肤也是幸福满满的。好，今天特别在现场呢，就要跟大家分享，穿一些衣服啊或者布料比较会有一些发痒刺痛的感觉，就是对布料比较敏感。这个好像也还好，我本身是属于超用型的。今年想要尝试一些自己以往没有做过的事，那我希望到时候会有惊喜。是，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发专辑，不是，在小欧传出一些婚姻上有点问题的消息，关系到。我没有，我是刚刚同事给我看新闻，我遇见的小飞跟大 S 都感觉，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们吵架。所以我真的不太清楚，夫妻之间呐，我也没有诀窍哎，就是尽量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我觉得就是家庭，我们每个家庭都会面对不一样的问题啊，或者是状况啊，所以就尽量，我觉得如果可以聊天，就是沟通，我觉得有什么事就讲出来这样子。我们家是属于很爱讲爱你爱你爱来爱去的那种，所以我们家动不动就会小孩子也是爱你，然后出门就爱你，睡觉也爱你，吃饭也爱你，爱你哦。其实我都是属于今日事今日毕，我觉得有一些争执或是意见不合都难免，那我会跟我先生就是讲说，我们今天一定会要吵架也吵完，就是我们绝对不会带着生闷气啊，或者就是不要有隔夜气，尽量能够沟通。我其实很鼓励，有什么事情就讲出来，讲完就没事了。会不会吵架完，然后又要马上说爱你？对，吵完架我也会说好啦，爱你哦。